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七人，已足法定人数，请各位委员推举本日会议临时主席，请推举。好，推举罗委员，谢谢。大概九点半会到。有会到，我再拖到九点半。好，那个我们就宣布开会。然后介绍我们今天出席的委员哈，已经到场的委员哈，我们有赵天麟赵委员，蔡诗英蔡委员，李依林李委员，以及吴映霞吴委员啊，还有陈柏伟陈委员，欢迎哈。好，那我们请议事员宣读报告事项及选举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一、本院人事处提报院会关于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二、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单：王定宇、蔡适应、罗志正、赵天麟、刘习坤、何志伟、马文君、江启臣、吕玉玲、陈以信、温玉霞、林长佐、陈柏惟。选举事项：选举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本会应至召集委员二人；另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以上宣读。好，谢谢。那我们补充介绍到场的委员，还有马文君马委员，还有陈以信陈委员，还有江启臣江委员江主席哈。先给你恭喜呗。好，那依立法院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的规定，本会应至召集委员两人哈。另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及该委员同意书，得以推选之方式进行。那现在民主进步党有推举蔡适应委员，国民党书面推举吕玉玲委员，另有无党籍吴丁昌佐对推选方式表示同意书。那台湾激进党陈柏惟委员对推选方式同意书，请问现场委员对用推举方式有没有异议？好，如果没异议的话，那本席在此宣布蔡适应委员及吕玉玲委员两人为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的本会召集委员，然后请各位鼓掌恭喜两位委员。板豆、好，那再等到院长来吧。各位，我先补充一下，因为那个尤其尤院长也是本会的委员哈，那他说他也会到委员会来一下哈，跟大家致意一下，所以我们稍等一下好了，好，还先不要先不散会好了。哦，还有王定宇王委员到，啊，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宣布散会。那我们就一起陪着协调，我也等院长来了。院长公有没来啊？好，那我们跟院长，因为不用投票嘛，所以院长应该不用再来一趟了，好吧？院长是要来的。院长是需要来。他要来。好，院长说，那院长还是来签到一下了，还是要第一次还是要来一下，这样好不好？我们就陪两位召委去协调了啊。好，那我们还是宣布散会啊。好，我们宣布散会。好，那请两位召委就你们继续留下来协调。那我们其他委员如果有时间可以继续留下来，好吧？那散会。